前有一句这样子的斩二郎山的这样子的一个民间的说法吧，就叫做翻越二郎山，入闯鬼门关，万幸不堵车也要冻三天。当时的这样子的条件的艰苦和通行的不便，给甘孜州这样子的发展造成了一种瓶颈。那么通了以后，我们穿越二郎山的话只需要短短的15分钟，通了以后也解决了然后就是冬季结冰带来的一个交通管制，实现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通车。